今天彩排的时候我就哭两次了啦啊，我这个衣服没有口袋，我交代他带卫生纸，绝对真的有哎，来抽取式。岳父上台吧，有可能吗？上台了，真的没上台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好紧张，他真的一直在很紧张。我跟你讲，然后今天彩排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你说。今天彩排的时候我就哭两次了啦啊，我这个衣服没有口袋，我交代他带卫生纸，姐妹真的有哎，姐妹真的很值得托付了。来抽取式。不过你也很感动，我还是有啦。对，就是有无限量的抽取。这次的演唱会要当作没有明天的再唱，然后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倾囊而出，就我所爱的、我喜欢的、我享受的，都想要跟大家一一分享。那我所爱的，怎么可能少了这个美好的画面？对呀、啊，这一定是有我们的。一一圆满，这就是我心里觉得。很向往的其中一个画面，就是跟我的姐妹们一起站在台上。今天不只是我们三个人站在一块，还有我们的小妖狗，真的三加一。这一首歌叫做是我的歌，叫做《给小孩》，自己很少在舞台上演唱，对。那这一次很开心可以跟两位姐妹，而且在这么有意义的时刻，三加一合体的时刻，可以。唱给小妖果这个小孩，我觉得不只是献给他，也是献给我们在现场每一位的朋友。谢谢我的姐妹。